Sparky，Hello 安安 ，Hello 九蛋 ，Hello 小贤。为什么是光？等一下。我在为什么跳掉？我在找情人节歌单。情人节应该播什么歌啊？算了，播这种好。Hello， 大家情人节快乐。今天来戴个耳朵，等一下，画面反了吗？诶，为什么我没有调过？诶，画面这样子，镜像模式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，他的画面写说，他写说我按那个镜像模式，他应该一个是镜像模式开启，一个是镜像模式关闭。他现在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镜像模式开启，他底下有解释，他说观众看到的画面与您左右相反。然后第二个模式也是镜像模式开启，然后他说观众看到的画面与您相同。最后一个是镜像模式关闭，观众看到的画面与你相同。什么意思？他现在有三个选项，我现在要听哪一个？什么意思？你没有听懂吗？就是他现在有三个选项，然后都试试看吗？就是看哪一个可以关掉镜像是吗？应该只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开启，一个是关闭。他现在有三个。太好笑了，我现在来试试看，应该是关闭是吗？与我相同哦。什么意思？他的那个是，他的那个意思是中间那一项，就是我自己的画面会是我平常看到的我自己，然后下面那一个是我自己的，也会反过来。目前是反的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没有按错啊，为什么要改啊？麻烦，这样子，这样有了吗？这样是对的了吗？谢谢。现在是对的了吗？东西卡在那边，不会看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。OK， 我们今天的晚餐是牛排，这是烛光晚餐，没有烛光的烛光晚餐，不需要烛光吧，大家。好久没吃妈咪煮的牛排。什么特效？没有看到。是真的，包含你。谢喽。Hello， 还有流星。大家为什么要改名字？哈，你这样子要叫你小谢谢天佑，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现在是一个完美的状态，刚洗好澡，刚化好妆。到时候你会看到
特效你一直在讲正反面哦，我不知道你要送吗 ？Sorry， 为什么浪又改版了呢？我发现我的头发现在真的变成耳圈染，虽然外面还是看得到跳染，可是正面就只有里面，蛮喜欢的。谢天佑的浪漫玫瑰，什么？是大件的分身？确定要叫小件吗？笑死！发冷台姆斯的，谢修哲的质朴的守护灵。白色情人节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先等我，把东西吃一吃。正合理哦，真的、哦。Sorry， 没有看到。你们吃过茼蒿吗？我觉得茼蒿很好吃哎。你们知道这个是谁？啊、哦，好，我根本看不出来。用中文拼出来好难。怎么你赢了？没错，是茼蒿，很好吃呢。像达菲熊吗？谢孝贤的彩虹玫瑰花束。今天情人节是一首歌吗？彩色情人节。Hello， 幻影战士吗？是吗？不对，不是幻影战士，是陈恩，搞笑。通常看到奇怪的名字，第一个就会现在幻影战士。谢谢黑流星的非你莫属。想到同啊，什么老梗？谢谢阿鹏鹏的带你去流浪哦，很漂亮。身体开始又开始咳嗽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得你认错人，对，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啊。谢谢剑骨的浪漫玫瑰，等一下。因为被人说，对不起嘛，我是不是马上纠正了 ？Hello， 宝岛粉，你好啊。什么意思？大家为什么要改名字？哦，哦，我知道了啦。我知道了啦，你是你是幻影战士，笑死！我想说，哈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搞笑哦，再给我骗！哦，我还没醒。今天你们赢了，好。好好笑、啊，那是直觉哇！你赢了，恭喜恭喜，在情人节这天成功了。Hello， 志宏，我刚才想说在讲什么，我赢了啊！真的大家来了，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有了。
偷改名，有可能，有可能也会被骗。你们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刚刚没有想太多，是因为上次大健不是在什么，在生气吗？还是在干嘛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他因为生气，所以现在改名了。结果根本就不是，好好笑。这种型对吧？我就是这样想的，所以。对，没错，你不管怎么样都会被认出来，也很好认。哼，我才发现，有够笨的今天。就知道你是谁，对啊，因为你后面有那么多个，什么意思？101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开分身，新起来斩宝，干嘛？为什么嘛？你要告诉我啊！为什么嘛？他都认不出哦，还好，那我比祖祖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好好笑，你们成功了哎，蛮好玩的。讲了，你要安慰表哥吗？我考虑一下。你要先让我知道是什么事啊？跟我有关系吗？玩很久，Hello 杨果，片语林的没有，不需要，关系大了，反正我不知道原因了，反正对，有没有无聊？不好说，谁跟我有关？我有惹到你吗？不要这样嘛，什么嘛？来啊，说来听听。怎样？是因为没有握手会所不开心，还是怎样？我在梦里不跟你约会，然后你在生气，最好是啊。草莓酱，谢谢樱桃猫的行李箱。容易被不笨的雨林识破，聪明就聪明，讲什么不笨呢、啊？
好了，没有到聪明，好吧。想起美好回忆，肯定就是做梦都做不好，好好笑。随便想，你这个理由是理由吗？你差点踢成拿铁是怎样？所以是什么事吗？欢迎阿飞，暂时不要知道。那你私讯我，让我知道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去滚！为什么嘛？有看你有啊，有看。谢谢孝贤的爱的宝宝。听说今天城堡搬家，是不是？其实想喝啊，其实是想喝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没特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是我没看到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刚才有在看荧幕啊，可是没有看到。你用灯箱看，什么鬼？对，我们好像这没有啊，我的那个叫什么？我的那个画面没有跳出东西啊。不用晚吃，好。表弟来，表哥告诉你，你就是要逼我变装就对了，我才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变装呢。哼。谢谢 Sparky 的带你去浏览，好的，看你截图。低成本公司，谢谢大家的一封信跟幸运四叶草。会吃特效吗？有可能，反正就是很常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。海岩一起去校园表演，怎么样？你要邀请我们吗？谢米酒的行李箱，谢谢夜空 sky 的一封信。哈佛吗？请问是叫哈佛表演什么？请最好是在做梦。还没一起到校园表演过，对啊。去校园表演也不会是台言这个组合，除非你请我们嘛。来，我期待一次，等你啊。Hello， 喵喵，你好。谢谢亚欧莫里的浪漫玫瑰，太高贵了，一般州立大学就好，台湾的学校都没有。去哪里？幼稚园吗？我们公司都不办尾牙，想不哈？你就告诉我嘛，奇怪呢。
真不敢相信，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。看一零一，好的，我准备。搭肩膀，什么意思？地方选举，哇哦，哇哇！谢谢笑写的陪你看世界，哇！为什么这个要叫陪你看世界？他不是就是看了一零一吗？为什么吐槽人家？哇！哎，我们有新的特效啊，跟今天有点不搭，但是很漂亮哎！哎，哇，有两个哎！哦，哇哇，是吹一颗泡泡哎！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还有一个新的。那也不呀，算了，我是不是点了？为什么不理我哈？哦，有了，哇！凶什么凶啊，大姐！看一下还没有新的啊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哇，哎哎，啊，我的特效怎么不见了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哦，有了。哎，我喜欢他的腮红，对吧？这里有腮红吧？我喜欢他的腮红。好了，今天就戴这个吧。哇，看一零一就是看世界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新的特效哦？线上公演就不用画腮红。Hello， 那个脸会一直歪掉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要唱那个？什么意思？突然说什么意思？昨晚出现过了，所以我偷看过了。哦，哦，所以你要不要跟我说到底是怎样？快点，你告诉我，不然我就会很好奇。不然我就很好奇。今天不是熊熊打扮吗？对啊。全他的熊也不长这样好不好，他熊是北极熊，白熊不是吗？真是的。为什么会还超久的？你就那个嘛，小盒子嘛。我是什么熊？想不起来，不是不是想不起来，是想不到在讲什么。谢谢严俊家追踪。两只熊宝宝，好的，羽毛熊是怎样起飞哦？张建雄的表妹，我是张小熊，听起来没洗澡，张小熊，哦，
抱抱，我不要，你不跟我讲，我就不给你抱。两只熊没看过，好的。大家今天情人节怎么过啊？我今天呢，就是在家里耍废，没有，今天在剪影片，然后织毛线，然后看康熙来了，很废，真的很废，每次都不知道看什么。可是康熙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很厉害的是，他们每一集都可以有很多笑点。反制裁你。说到制裁，我好久没玩传说了，还能怎么过？又没有经验可以过，跟你的那个小山妹林表定上班，表到说熊法国公怎么会是公司的？我自己买的。视野上康熙我还没有看到，因为就是他康熙不是十二年嘛，我就在慢慢看，然后有一个人专门收集了，好像收集了每一集都有吧，然后我就慢慢在看，我是从最后面看回去，但都是跳着看，也没有说按照日期还是干嘛。JK 小黄你好，还有吗？很久没看电视，没有哈，没有啦，已经停播很久了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！哎呦，这样只能回顾。各种经典哦，真的吗？所以现在还会重播，是吗 ？Hello， 小蓝，谢谢小黄的玫瑰。陈玉玲，哎呦，我刚刚就在看，他们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我刚刚看的还有一个是潘若迪跟，完蛋了，忘记他说，反正就是蛮好笑的，太可爱到你要吃饭了，这有什么关联吗？请问？香鱼没有问啥，会扛不住，什么意思？我也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可是我就很喜欢他的主持风格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但我很好奇他们私底下都是怎么相处。就你看他在节目上，他讲话不是就很直接吗？那节目结束怎么办？跟陈云吵架，吵架收视率特别好，对他们真的好好笑。小心个风间，是这样子形容人家的吗？有没有看过保姆笑？保姆洗澡真的好好笑。我刚看的是那个他们的辩解，哎，在回顾说最呛的来宾。然后再回顾他们之前，然后就有讲到保姆洗澡。这个主持人 Hello 点，然后他还在解释说什么他爸爸看到节目，哎，还是听说什么，说你为什么跟保姆洗澡，超好笑的。六十五岁了吗 ？Hello， 钟颖，真的是笑死！知道那个梗？哎，所以现在就会放那个，没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不要乱说。反正就很好笑。哦，谢谢钟颖的香槟。谢谢。B B 来啦！
好像没有呢。什么月黑风高？没有，没有月黑风高。今天开一个半哦。B B 在旁边，他不过来，我也没办法。过来一下嘛，过来一下嘛，奇怪呢。这里，你的小章鱼呢？小章鱼在哪？快点，快快快，来了。两只熊可以呀、啊，很奇。熊爸爸，熊爸爸，他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偷亲我，哇，哦，谢谢小小的熊抱，跑掉了，谢谢，章鱼还活着，而且章鱼超臭的，都是他的口水味。小熊呢？好了，过来了，没事，没事。起了咋着？好好笑。结果 BB 还打喷嚏，对啊。的夜没关系啦。有了女朋友，哎，原来是伤心他有女朋友，不是伤心我有男朋友是吗？我快笑死 ！BB 呀，你可不可以乖一点？今天日子人太多，没事，大家跑出来干嘛？还是因为有刚改版吗？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是否能知道？如果不，哎，会不会说话？旁边火箭一堆，笑死，还要怪别人。什么意思？没办法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谢谢。为什么这个箱子有一样的脸？他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谢谢阿鹏鹏的熊爸。为什么刚刚的熊只有一半的脸？它是侦测到这里是我的身体是吗？躲在墙后。侦测得到我，别闹了 ，baby 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干什么嘛 ？baby，baby 呀，阿比来，你要不要吃？阿比要吃牛肉，来。好用力的，
有没有祝阿杰生日快乐？我有去他的天文底下留言。来，对啊，他不理我，丑哥，过来，快点，来这边，快点啊！在生什么气？不知道。童年，好好笑。妈妈情人节怎么过的？有出去吃好料吗？没有，我是说我们今天都待在家。我们的好料就是牛排。去吃好料。我们自己过。不是啊，这个节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就不用过了。我只能再等几天过三八妇女节。不用过生日吧？好，是吗？表哥在你这，哎，牛排真的很好吃。不要在表面吃，哎，有这样子的吗？是好，是买一送一哦，不好意思。你没有办法不带我。承认我是妇女。妇女的定义是什么？吃几分熟？我平常吃都吃五分，不知道今天这是几分。表弟去洗澡，像妈妈那种。算了吧，笑雪，你跟西兰去吃，我不会介入你们的。再跟我表达你的心意吗？看在你心情不好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说啊？吓到掉出。山牛排哪里还有马铃薯泥跟三色的？它不是旁边就放一个什么花椰菜、红萝卜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铁板面。是有什么恐怖的吗？他太花心了，你确定不是你太花心了吗？评价是吗？你说三色豆吗？不知道。物以类聚的部分，时间到了会跟我讲，好吧？好好笑。附近牛排是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好像
我吃的比较少看到。啊，森宝是不是也是有三色豆混在面里面？紫砖晴雨他，你说紫砖晴雨孝贤吗？嗯，不要放闪好不好？我吃的比较高级嘛。三喜宝，有事吗？评价是西体，你以为我都有钱？别闹了。好好笑，应该是路人经过会不会想说这台友在干嘛？我没有吃过贵族世家的牛排，应该吧。粉丝都怪怪，对啊，就是你。提款卡给我，你直接，哦，好像不错呢。没有说不能寄卡，对不对？我加你牌，我知道。王品，嗯。然后没有密码，真是谢谢你。云吃东西的样子很好看吗？认真吗？我在克制我自己，没有。哦，在筷子上。我只知道贵族世家，我之前是去吃火锅吧，好像花莲有一家，后来关掉了。Visa， 我要那种无上限的黑卡，什么鬼？贵族有火锅？有啊，有吧，有吧。花莲之前的是火锅，什么鬼？青青竹竹宝贝牛排是什么啦？我不会去吃的。西门町跟内湖是、哦。花莲不是也有吗？还是也关掉了？不知道。花莲还是去吃那个？嗯，米克虾不是米克虾，它叫什么？米克虾是吃珍珠的，它叫什么啊？米卡多，是吧？猪猪宝贝就是牛排。天哪！之前有对吧？我在这里在接什么意思？饮料用吃的，我喝饮料都用吃的，因为我喜欢吃珍珠。赞赞，是猪排。嗯，约克夏饮料好喝，米卡多了。你忘记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早上梦到小三美打电话来跟我说，张雨玲你忘记开直播，上一首好听，上一首是什么？不该用情了、哦，都跟你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李若彤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只写女生版。是哦，真的有的没有啦，那是梦。布丁野果珍珠没有，我只喜欢吃珍珠，珍珠加布丁还可以，野果要看是哪一家。豆浆，哦，豆浆冻奶茶，感觉好像在吃豆花。我就是钟爱珍珠，对，
不管喝什么可以加其他料，可是一定要有珍珠。但你都没加。你喜欢布丁？好。梦到美玲是噩梦吗？没有，我而且我还有意识，好像我有回答，还是干嘛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我好像是醒了吧，有点过了。珍珠奶茶再加珍珠满满，很棒啊！就跟他讲说料多就好。可是现在很多店家都会跟你讲说啊，加5块钱呢、啊。然后重点是拿来还没有人家免费加料的多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就是要我多付钱，你就多给一点会怎样？他不是应该要给2倍这样吗？他也没有。所以我如果真的很爱吃珍珠的话，我就是还是会去点50。加奶盖吗？因为奶盖还要再多花钱。反正我就是钟爱珍珠，就吃珍珠就对了。能有幸福吗？妈妈可以的。我说头发好香哦。为什么要加钱？料变多，饮料就变少了。对啊，我也不懂。他说料都要加钱呢、哦，而且我跟。汤，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嘛，双 Q 什么绝代双 Q， 他现在竟然会称重哎、欸！我上次看到，我上次去买，那他在称重哎、欸，然后我说那个料可以多一点吗？他说哦，我们的料都是固定的，我说哦，好，好吧，他是用称重哎、欸，有这么夸张吗？超悲伤的，哼。然后我很喜欢那个通化夜市里面有一家叫好西吗，它是那种摊贩，对，有点像那种好了啦的那种摊贩，它的我都点它的古早味红茶加珍珠，很好喝，很好喝，这么惊喜干嘛？对嘛，物理的奶盖。好，不是那个吸，是吸管的吸。考不进那个饮料夹。对，唱，为什么是唱？那是歌吗？什么意思？那是歌。都出红茶，西来红。好，情人节快乐，小兰，开车小心。Google 看看 ，Google 什么？谢谢小兰的熊抱。来，我这几天没有一直喝饮料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几天就没有出门，或者是一下就回家了什么之类的，反正没有很常喝。这个礼拜上喝的算少了。不要奶茶，它不行这样啊！我也想要啊。你知道我有一次我经过，也是去逛夜市吧，然后他们不是那种刨冰就会一盆一盆料吗？我好想把它整盆搬走，我的天哪！超想，你刚刚叫我查什么？哎，明年再说，我真的不行，不行再忍下去了。换账号就是笑小孩，什么意思？谢黑流星的非你莫属，什么东西？素食汉堡又是什么？
小明刚刚说的在哪？歌词漏了两个字，什么啦？在哪里啊？等一下哦。确定这是歌词？这是韩文吗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希腊红茶，笑前恐怖情人。Hello， 小易，素食汉堡要在哪里可以吃？素食汉堡哪里好？汉堡不是就是要吃那个肉吗？买错了卡不进那里面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是夜色鬼，茄子蛋，哦，我刚还以为是什么韩文，全身的打扮吗？不行的，我裤子是乱穿的，我裤子是乱穿的，你要看我的样貌可以出来去看。好吧，不然我明天出门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放雪神枕给你们看，对，我还在这里项目。我跟你讲，我下了超多照片，因为我的照片，我的容量直接不够。不限时间，换好再回来。我不要，不要，快放。见。吃素一个月，强迫，可以不要遵守吗？我没有放弃排版呢，我还是有在大概顾一下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最近，好吧，台言那张有一点不太搭吗？我有尽量啦，对，所有店家的哇，好厉害哦！啊 ，Seven 怎么办？就影片拍摄关系，所以容量满。不然没工作，翻译的部分。全区素食，那对啊，便利商店。谢谢樱桃猫的爱的抱抱。或是不信哦，对吗？那还是会卖吗？不能偷吃吗？所以大家都会乖乖的遵守啊，好厉害哦！谢谢夜空世界的非你不可。闹场影片可以，你们再等一下，我们正在。然后真的，满天飞，我会往生，不知道，也没有试过。
还是下次来挑战一个礼拜吃素食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应该要死掉。我也是蛮爱吃肉的一个人，就是没有吃肉，你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。谢谢 Sparky 的香槟。对啊，你们也是很爱，你们也喜欢吃肉吗？很好，我也都可以吃，只是可能心情会不好吧。然后结束一定立马去吃一顿烧肉大餐。哈，没有，因为没有钱。素食主义者，我跟你说，就算我少吃肉，可以这样讲吗？还是会有人吃啊，所以他还是必须要有那个量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哎，没有人要这样回，是你自己讲的。你只吃鱼的肉肉什么意思？还有肉的香味，是这样吗？锅边素是什么？全校也改，哇哦！我只记得我们营养午餐会有，好像礼拜三是素食，就是那天不会有肉。对，我印象中有这么一个东西。吹冷气这么久，换我们吹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好笑。很多素食也很美，我知道，我也很爱吃菜，可是就是还是会配个肉，对，比你还可怕，好好笑。谢谢点了爱的宝宝。希望里面素食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喜好嘛。一盘有肉有菜的料理中，只挑菜吃的哦。好，好，又不能笑死，好，好。对，吃饭，好好笑。对啊，说不定你会吃到菜虫，菜虫也是肉。不要闹了，是什么话题啊？换一个，有个难聊的。我的刘海太长了，待会来剪个刘海。猪油炒出来的菜就，哇哦！丰富的蛋白质，破戒的超高，真的，好好笑，真的是很闹哎，到底在聊什么？肉食、草食，对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，对不对？
洛梨吗？我喝过一口刘晓晴的洛梨牛奶，但我印象中是不太好喝。然后吃过那种汉堡里面包的洛梨嘛，可是我也只吃一口，我印象中我没有很喜欢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吃。你就是想说洛梨加，沾什么会有鲑鱼的味道是吗？生鱼片的味道。这个对，强制吃素哇！在聊什么？聊是这我不是啊，好好笑！你不要跟我 report 在那边，还著名。Hello， 乌麦你好，笑死！哎，不行。吃素早餐就洛梨加吐司，吃素为什么要洛梨加吐司？吐司不是哦，吐司都会加什么培根什么，好像也是哦，还是有，好像很少，不是啊，吃素就吃巧克力吐司就好了。洛梨我真的还好，选择啥？哦。锅烧面，真假的？哇！哼，哇！回学校后被老师发现，为什么会被发现？有味道，他闻到他身上有牛排的味道。这老师会不会太厉害？我觉得爱吃蔬菜是一回事，但还是会配肉，就是我本人。我把肉先吃光，其他人赚钱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不行不行，这个话题扯到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回来。我们刚刚聊什么？为什么聊到这个？其实很接近，可是就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当校犬吗？菜虫话题，好了，真的快被笑死。是因为你说要吃素，是我说吗？我们刚刚前面在聊什么？已经忘记了。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咬下去破功，豆子人当然，蟋蟀拉面是什么？我要心存善念，有我心存很善念，什么？我在讲什么？好了，吃素一个礼拜，不是我开头的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刚刚在讲牛排很好吃是吗？我也忘记，随便。
意，长得很庄严，然后你是烫了一个黑人头，知道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长得很外国，什么啦？谢谢点的浪漫玫瑰。到底，不要回去见师傅就。那你那个头怎么办？你要顶到握手会哦。谢点的浪漫玫瑰。为什么我越来越四大皆空？什么意思？不会啊，你有笑线。这个话题到底要玩几次？庄严黑人头。顶到三十岁，好。然后到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底下是这样。欸、有可能哦，你到三十岁，你的头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底下是这样卷卷卷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烫这一段而已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只烫了这一段，口袋空空是其中一空，好，我钱包空空，避免被牵连，你算了吧，你不管怎么逃，你终究还是会卷进这场纠纷。可能脑袋空空，我脑袋空空，找个女友 kiss 什么东西？以后来玩脏辫哦，哦，很酷哦。Hello， 手把特工。口袋脑袋肚子仰望天空什么鬼，女友空空，你有小明啊，小明想说啊，不对，你有大件啊，新小明，新小明就跟太阳饼没太阳一样哦，是一样的意思，原来。这些表哥退出去，多人成家，好好笑，到底在干嘛？就像情人节没有情人一样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啦，没想过谁的努力逃出来跟我的男哦，不可能这样子，好好笑，今天是大家都还没醒，这个节日就是自我陶醉，现在乱讲话。但情人节有节，对啊，没有情人嘛，有节还可以。哦，哥干嘛断掉？儿童节没有儿童，好可怕哦！是 eat 吧？儿童节没有儿童，被他抓走了，有可怕。大家在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蛮好奇。
哼了咖啡跟酒，哇，这两个都是很厉害的东西。要看情况，只要有酒好哦。情人节的怨念是，应该是，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各种神志不清，是不是？重女轻男，是啊，他是超级重女，没有男吧？是吧？没有难，对，没有难，句子成人什么东西，试着为什么字被码掉，什么东西都不，你说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是吓到的。我们55分念榜哦。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？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你要拆散他们呢？被系统当成那是什么字？不要扫兴，哪有啊？下礼拜开学就改回6日直播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6日的晚上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你6日都不出门，跟出门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啊？对，为什么这个会被骂？好好笑。不是啊，这个情人节不是通常是男生跟女生告白吗？然后白色情人节是女生回送巧克力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我搞反了？没有，就算我搞反，我也没有要告白啊哈。小明的被骂，可是你看得到，为什么你看得到？对，完全被骂。海浪讨厌情人节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记得不要被帅学长拐走，我可能拐走人家哈，语出惊人。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有事吗？是告白表格，没有告白表格、啊、谁，我们不能不轮练好不好？白色情人节的部分，白色情人节，好，我们下一首来听。白粉，白粉为什么会？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学够了，我真的是傻眼。虽然有年龄差，什么啊？我有看到了，选择性没看到。什么啦？我要怎么回嘛？你告诉我。再次选择性。好久没听到的歌。正月十四集的，也是面粉装青春。情人节快乐！风徐徐，教室里一个人沉浸，周末午后的清明。换换你答 yes 可以吗？嗯，我考虑一下。座位上叹气，念着喜欢的你。无法亲手的送达独家巧克力糖，那是妈妈传授的配方，帮我跳出暗恋的框。在白色情人节彩人分海安排，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，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。耶，没有动呀，痛苦。不啊，好久没有表演的感觉。全部和你有关，太奇怪。没有，到底还要考虑，说是哪个人帮助女生？谁？可以就捧。希望三月有线上。信不信空调被响起，放弃我唱第二段，我不会唱第二段。手里的送达里面大概一样，只好咬牙把心意融化，放进爱的巧克力糖。平坦覆盖你的脑海，像小说笔锋急转，你收到我无声的呼唤，用心点燃引来告白。我也知道太过伤感，今天唱歌好难听。太久没唱歌，太久没表演了吗？是不熟悉的。风管练舞，都喊雨林喊很大声，真的吗？好吧，给你一个小奖励，超肥。一下就展开，情人节彩，没理由的一种茫然。是谁要拿？又不是给你的，奇怪。在心里喊阿姨系列的，会啊，我们都在跟着你们的拍子，所以你们的拍子超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尤其是那个每次打 call 的时候，拍子要对好，不然我们都听不到音乐，听你们的拍子。所以你们不能抢拍，我们的舞就会抢拍。你都不会喊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哈？
你说说看啊。噔噔。听完这首我们就念榜。下面抢牌的话你们来的对。真的会哦。会有那样的时候，发生的不知所措，毫无预兆线索，像电影镜头，憧憬的学长忽然唤住了我，超压抑，他知道我名字叫什么，莫非他偷打苹果，这球赛不能够，没你的加油，他说完转身就走。谢谢樱桃猫的一封信。下起红雨，萝卜，哦，哈哈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好好笑哦，不可能想要丢萝卜吧？一下子无法接受，若我只是其中你挑衅的玩偶，肯定忍耐不了疼痛。你喝了拉菲糖，没感觉。什么？麻烦的表情看着我，害得我满脸红彤彤。真的是钱财。什么？哼，要录可以做你的尿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什么意思？哼，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久没有表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上一次表演是什么时候？1月8号、9号，是吗？好久哎、欸。现在就觉得。真的很久没表演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哦，然后是三周年不是1月25吗？为什么我觉得已经过了很久？本来昨天前天可以表演，说你说你吗？2223不用想 MC 话题，没有轻松点吗？现在想 MC 话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虽然我前一次没有帮忙想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想 MC 话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我也可以跳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久。麦不请听出去吧嘞。也是有趣的过程，对啊，有个大声，小声一点。第十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九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八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七名是中影，谢谢中影。第六名是吉米粥，谢吉米粥。第五名是 Sparky， 谢 Sparky。第四名是
谢谢 Tammy。 第三名是小兰，谢谢小兰。第二名是阿鹏鹏，谢谢阿鹏鹏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，谢谢。Uncle 直播没有 Uncle 直播， Uncle 在美国，我的 Uncle 在美国。这首什么 QQ 白是什么意思？这首是亲亲猪猪宝贝。要跟 BB 男友每天都睡在一起好吗？我在美国。对， BB 男友 BB 不在。 Yoko 是什么？哦、oh, Uncle， 我看成油是这样。笑死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然后什么，下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礼拜四。对，礼拜四的晚上8:30，要记得来看我哟。情人节快乐。你就飞去 uncle， 这样你还要再等14天。哦不对，去那里不用对不对？说表哥要找他出去吃饭，不可能不找我吧。好，截图一下。谢谢你们。不是男士，哦，这么厉害。我在美国闯荡也不是男士，我还没去过哎，好想去。我婆婆很好笑，她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要把我丢去国外留学。她说哈，你确定我在那里活得下去吗？真的是没办法，可以去玩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圆圆的很容易被欺负，最好是啊，我表妹圆圆的，还要拖表妹下水。东西生活不同哦，好像在什么洛杉矶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。那我们礼拜四见喽，拜拜。